相声是语言的艺术，一个人说呢叫单口相声，哎，两个人说呢是对口相声。是，那咱三个人一块说呢群口相声。没错，那么多人一块儿说呢，那还不跟念经的似的。可我们今天念这经啊，跟别的经不一样。我们念的这本经叫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》。我们消息的人去了，那个商场的负责同志也不一定那么痛快解决呀。那怎么办呢？最近我们准备对租赁柜台的侵权问题做一个专题的讨论，明天我们在北京饭店召开一个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会，预计开3天，希望您能参加。3天？对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实在没有时间参加。明天第一天记者都来，您一个大作家来了以后分量更重啊。哎呀，肖同志，我还有剧本任务，我实在对不起，谢谢您的好意，对不起。哎，对了，鞋我得拿走。哎，小伙子。哎，夏同志，我就要是这种鞋。哎，瞧我这双皮鞋了吗？啊，要怎么说还得是名人。就这双鞋，嘿，我跑了不下8趟，人家不给我退。是。这侯叔拿着这鞋往柜台上一拍，全傻。哎，那还不傻，他们呀是势利眼，软的欺负，硬的怕。嗯，售货员吓得直哭。嗯，那还不哭，经理一个劲儿的做检讨。是啊，他不检讨得成啊？这侯叔啊还是给他留面子呢。不然的话到头呢揍他一本，他这经理就撸了。哎呦，别介，换了就行了哈。是，谁愿意这么治他呀？他自找啊。是，这人跟人呢就是没法比。想起侯叔啊，我老是有一种啊白来一世的感觉。哼，你呀就是缺乏修养。哦，我缺乏修养了。哎，我说一个有修养的。嗯，孔子曰，吾日三省吾身。什么意思？这
这是孔子啊谈修养的一句警示名言。哦，就是说啊，这个人呢、啊、每天要不下三次的检查自己的行为。嘿，高意思。哎，我净检查别人的。哎，说着说笑着笑啊，从今以后啊，咱们应该拿侯叔当一个楷模啊，要换一个活法，有点追求。对，再这么糊里糊涂的，都对不起我这双皮鞋。哎呀，真是！又怎么了？整整四天，我什么没干。怎么什么也没干呢？你不给人换了一双鞋吗？啊？啊啊！对对对对。嗨，这就得了吧？这回你知道自己值多少钱了吗？哼，嗯，顶多一双皮鞋钱。皮鞋谁白给呀？啊？哎，我就不明白。你说现在这个人怎么总是看人下菜碟，不一视同仁呢？是啊，是应该整顿世风喽。你干嘛呀？干嘛？改剧本啊！哎呀，行了。怎么了？又要干什么呀？给我换暖壶去。嗨，买个暖瓶得算了啊！买我还用你教给我？你看我有功夫吗？你真是。你怎么一说咱们家的事儿你就没功夫呢？啊，我嫁给你这么多年，咱们家你管什么了？哎，生老大来着。啊，好，得了，您别说了，行了吧？啊，您这一通说家史啊，小起码得仨钟头，我去行吗？我去啊。哎，老头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干什么？要不然你去，要不然我去。嗯。哎，怎么着？我给你这名人掉价了。换一个破暖壶用得了俩大人呢？我呀，对你不放心。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跟你说啊，嗯，换这暖瓶胆吧，嗯，你得挑，听那个里面哇带响声的，带响声，知道吗？行了行了行了，让我听听，我听听，你那么大的能耐，不也没听出毛病来吗？老师傅，您那个给您换好了，哎，绝对保温，而且给您装好了，没问题了。您看看，啊，谢谢。没关系，您那个胆是我给您抱一下，怎么着？不用了，我自个儿抱着吧。那您那旧胆呢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那好，那您慢走。哎，哎，主任。哎，给你。哎呀，老头啊，我去不给换，你去不但给换，还饶了一个啊？你啊，先看看保温不保温。不保温呢，再换上这个啊！哎，省了喂个暖壶胆，让我再跑一趟。好嘞。先别写。说，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路？又怎么了？我没告诉你在哪个商店买的，你是怎么换的呢？嗯，别算是买的吧，跑这来蒙我来了，对不对？他怎么会是买的呀？啊，这是，我还用去你去的那个商店呢？这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件，哪个商店不管换呢？人家说了，欢迎我常去，八折。八折，还是买的？是不是买别的八折？你得梦，哎，来喽来喽！哎，请进！哎呀，李厂啊，打扮漂亮，没做饭的吧？没有呢。正好，您老两口跟我到外边吃饭了。吃饭？上哪儿吃饭？我来一南方朋友，嗯，想跟我热闹热闹。哦，想见名人，我想起您来了，正好，咱一块走。您好，我不去吧，我也不是名人。我不是名人，这口水，别吵，别吵，我就不去了啊，我还有事。不是，你说慢点，着什么急？我李厂，我真有事儿呢。不是，时间不能太长了。侯叔，您呐别老一天到晚写写的，除了透透风，也晃晃脑筋。我这几天呢，没少透风，我净透着风了。侯叔，这火铜不错，炉子特棒。哎呦，韩燕，
来晚了。哦，李先生，你怎么姗姗来迟啊？是不是接侯叔去了吗？哦，侯先生，能够认识您非常的荣幸。谢谢韩先生。这火锅虫主要是涮，您能接受吗？那慢好嘛，慢好。哎，小姐，小姐。韩先生，侯叔啊是国家一级作家，他在文艺界特有名望，前些日子还获了大奖，好多大腕明星啊都是他给捧红的。敬佩敬佩，侯先生。过奖过奖。侯先生，请问您对纽扣是怎么个看法？纽扣？这什么纽扣？侯叔，韩先生是做纽扣生意的啊，就是身上这个纽扣。韩先生纽扣是领导纽扣新潮流，东南亚好多大腕明星身上穿衣服用的这纽扣啊，就从韩先生淘回来的。韩先生，纽扣大王，大王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侯先生，我这送你一枚镀金的纽扣，请笑纳。哎呦，谢谢，镀金的。哎呀，对不起，你看，哎呀，这，哎呀，瞧我这眼神呢，就是，谢谢。哟。啊，侯老师，哟，刘导演在这儿吃饭呢。啊，是，我是陪个朋友啊。您来是厂家赞助单位。哦，明白了。哎，对了，侯老师啊，这剧本的事儿您还真得抓点紧，这您也知道啊，我们电视台要上您这出戏多不容易啊，要不然的话我陪他们吃什么饭呢？哎，这有一次是电视台的导演啊，刘导演。哎呦，幸会幸会！你请吧，来来来，不请了。我那边啊，还有一帮客人呢。哎，导演呢？这个，你们的演员的服装能不能都用我的纽扣呢？这个，韩先生，我们那出戏啊是唐朝的，那唐朝人不用纽扣。哎，别，到我们家不用拖鞋啊。妈啊，妈啊啊啊，妈，圆圆圆圆，没错，我很好了。没吃饭吧？哎，伯母，我们都吃过了，我们吃过了。妈，您甭忙了，我在圆圆他们家吃过了啊。哎，我爸呢？哪儿去了？你爸呀，吃请去了。吃请去了？哎，这是名媛啊，就不一样哈。哎，您怎么没去啊？在家怎么吃开方便面了？请我来，我没去。那干嘛呀？妈，嗯，您就记住啊，那我爸一去您就跟着去。比方说遇上一个什么笔会了哈 啊然后到什么昆明了桂林了，您就跟着一块吃去。现在好多老头都带着自己的老太太去吃去，就是，对不对？行，等你们结完了婚之后啊，我再跟你爸出去开开眼界。哎，对了，啊，哟，哟，我爸回来了。我老头回来了。爸，圆圆，吃什么好吃的去了？嗨，别提了，涮纽扣。涮纽扣？涮纽扣？请我吃饭的呀，是个纽扣大王。给了我一个镀金的纽扣，一下没接着，掉到佐料碗里涮了。你瞧，哎，挺有分量，你看。金灿灿跟真的似的啊。你要喜欢就送给你吧。哎，那可不成，我怎么能要别人送给伯父的礼品呢？哎，反正以后咱们这个家呀不都是你们的吗？坐坐坐一桌，坐坐坐，快坐坐坐坐坐。哎，伯父，我爸呀想求您办件事儿。求我啊？我们不是刚搬到新楼房里了吗？我爸呀想通过您找个书法家写几个字。书法啊？行，找他就对了啊。想找谁写啊？李桂义呀。李桂义？哎呀，行不行啊？行。那今儿能奔到吗？能。我给我瞎懒差是吧？就我什么都能。我能，我这上哪儿奔去？我能。
这纯粹是胡闹。怎么着，吃枪药了是怎么的？什么事儿啊？你就答应他？哎，你知道不知道现在李桂义的字儿值多少钱吗？上万。上万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我哪知道啊？不知道就别插嘴。名人，名人，哎，别人不知道，你还不了解我呀？我就是求人家写这么一个仿李桂义的字儿，光烟钱我就花了200多块了。200多，这还得上赶着，求人家写字头。我一天到晚的退皮鞋、退暖壶，我成什么了？我直到现在这剧本，我连一个字儿都没给人家写，你明白吗？您？我哪知道啊？我心思哈，都是街坊，还有是亲家。你说人求咱办点事儿，咱不给人办，这多不合适吗？是啊，这回多合适啊！啊，我要搭工夫，要搭钱，最重要的是我没法工作了，我心里鼓荡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从今往后，不管是谁，谁来求我呀，天王老再来我也不见，不管。喂，来了。哟，大哥你来了，哎，屋里坐。哎，对，哎，笑叔，哎，对，哎呀，这猴叔，哎，呵，真好，哎，我第一次来干这儿，是啊，呵，多少好东西啊，哎呦，嗯，好，不错，艺术家啊，哎，什么艺术家，这好。这当年啊，裘老板也不一定有这个呀。瞧您说的，哎呀，这不太棒了。来，坐坐。哎呦，你别介猴婶，我这别我待不住。您坐，您坐，坐坐。哎，坐坐。哎，您，裘叔，哎，您不常来是吧？多坐会儿，喝茶喝茶。哎，这，我这，裘叔，您别客气啊，有什么话您尽管说。您这事儿您能办呢就办，不能办呢就算啊。您忙啊，您这儿再小的事儿都是大事儿，我那再大的事儿啊都是小事儿。您说您挺忙的，我这人挺不好意思的。太客气了，那肖大哥，我跟您说，我也没有什么大事儿，是吧？有话您说吧，啊，什么事儿？哎，那我就说。我呀，现在在那个房山一个乡镇企业啊，干活呢。那厂长啊对我挺好的，他有个闺女，是个残疾人，有缺陷。你说老在家待着这也不行，是吧？就想啊上那个福利工厂啊去干活去。您这是名人呐，啊，社会上有影响啊，哎，就想啊托您帮帮忙，上残协呢给说说话。是吧？让他上那儿去工作去。您说这老这么待着，两口子也都挺苦恼的。您这我这把他是他那材料我给带来了。大哥，哎，他叔吧在文艺界工作，出了文艺界的事儿，那他够不上什么残协。我还是那句话啊，能办的就办。不能办就算啊，也不难为您啊。得，那我就先回去了啊。得了，回见您啊。那您再坐一会儿吧。不坐了，有空上我那儿去啊。哎，肖叔啊，我试试吧啊。晚上您听我回话。哎，还是那句话啊，不能办就算了，别为难啊。得了，我走了啊。您走啊。哎，回见。哎，慢走啊。哎，再见。是什么呀？你不是不能办吗？你不说今儿到房子试试看吗？玲子，来人了。哎，哟，侯叔来了，里边请。爸，哎，侯叔来了。
了。哎呦，哎，老哥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也两口。不不不，是吧？待不住。您说那事儿啊，明天让他办手续啊，妥了。哎呦，得，我替他谢谢您了。哎呦，哎，豪叔，您呢来的正好。您要不来啊，我也得找您去。有件事啊，得求您。他别人不成，想了半天呢，还得找您，因为您是名人，必须得找您。就这事儿，我跟他们说半天了，不信，说非得问问你。哎，我说呀，别再吵我了，我都快熟了。不是，你说什么事儿吧？侯叔啊，嗯，您说马连良是不是唱老生的？啊，可林子非说是唱花脸的。啊，弄了半天就求我这事儿啊？啊，好嘛，吓我一跳。侯叔，那这唱老生的就不能唱花脸了？有，那叫反串。你看我现在不就是一直是老生唱花脸吗？哎，再过些日子你就该改花旦了。我都快成彩蛋了，我都。8月15啊，月光明啊！哎，来包烟。来什么呢？来包好的。三五。好。娘子，开门来呀！那嗦咪嗦哆来，嗦咪嗦来哆啦哆。那嗦哆咪嗦咪啦嗦咪啦咪嗦哆咪嗦哆来。侯叔，您哪儿去了？我这都等了您一个多小时了。回头把这拿走啊，这儿没人吃。不成敬意，不成敬意啊。是这么回事儿，我这个有一哥们儿吧，折局子里了。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就是拦路抢劫，杀个人吧还没杀死，结果愣给判了一个死刑。我求您托人给说说啊，也改个死缓。本家说了，可以给10万。走，出去！不是，不是，这救人一命胜造七级，出去！走，这我这，出门！快啊！哎，最近怎么没见我侯叔啊？侯叔啊，啊，上什么水库啊？密云水库，写剧本去了。嘿，要怎么说还得是名人，一边钓鱼一边干活。立本啊，这话里嚷什么呢？
岳大伟也听不清楚，还是到底有多严重啊？哎，太厉害了，我们人来晚了。哎呀，等等等等，情况我没问清楚呢，到预产期没有啊？那那么大肚子还不到预产期啊？他有什么反应啊？有啊，那个就是老缩。缩什么呀？缩宫。哎呀，那是宫缩。啊，宫缩是吧？啊，破水没有？哪能泼水呀、啊？那么冷天儿，咱再感冒了。切，你说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啊？亏你还是有儿子的人。这这这，到底和你们什么关系啊？当然关系呀、啊。什么当然关系？刘柱啊，是我们同事一个村的本家。嗯。那有事当然得找我们同事了。正巧啊，我们同事啊出差上外地去了。嗯。关系又那么好，那当然就得找我了。你呢又在医院妇产科，是我姐，当然就得找你了。爱长寿什么事儿了？刘柱他媳妇儿那么大肚子，走路不方便呢，他当然得打的了。一打的，当然就得找长寿了。谁掏钱？当然就不要了啊！你说你们图什么呢？往后少管闲事儿啊！姐啊，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了。嗯、刘柱他媳妇儿啊，迫在临产，危在旦夕，人命关天呢。嗯，我的佛说得好啊，救人一命胜过七个糊涂，糊涂啊！那叫浮屠。行了，少耍贫嘴吧，快走吧。哎，走。刘柱，哎哎哎，哎呦，我说二位爷爷，你们可来了。这是我大姐。啊，大姑奶奶，你看我们这给您添麻烦啊。不是，您怎么叫我奶奶呀？不是，他们那个刘师傅啊，跟我们是本家，从家谱上看呢，大排行我得管他叫三十三爷是吧？那管他叫爷，他们是同事，管肖师傅也得叫爷，管肖师傅叫爷就得管您叫姑奶奶。哎，刘柱，刘柱，咱北京啊没这个，各论各的啊，你就叫大姐。哎，走吧，去跟我换衣服吧。哎，去吧。肖大姐，不不，还是叫姑奶奶吧。不是怎么了？你看我这还磨蹭什么呀？这个押金不够啊。哎呀，你带多少啊？他们要那个三千，你看我这就带了八百，你看这，哎呦，姐，大姑奶奶，您看，行，来，去给我检查一下吧，哎，给我，哎，赶紧啊，那拿东西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扶着点，要这么多钱？三千块，生几个呀？大姐。您看他什么时候生啊？哎，慢点。这个还得看他的情况啊。一会儿呢，还得做个检查。哎，生完了还得吃东西。哎，带红糖了吗？哎呦，这我不知道啊，没带。你看，哟，我有泡泡糖。去去，我说的是红糖。啊，红糖。哎，啊，要不然你去买一点红糖啊。哎，还有那个点心、鲜姜什么的。点心、鲜姜。哎，姐啊，我去吧。哎，我开车方便。行行行，谁媳妇生孩子呀？是是，还是我去啊！我去，我去。这事儿啊，就应该您去。是是，别光顾着要孩子，别的什么都不顾了。哎，啊，现在女同志怀胎十个月，受多大罪？是。像这种事还用别人告诉您？不知道。应该事先问问是不？对对对，我就去啊，就去。哎呀，大姐，那这儿你啊，这有护士管。哎，哎，可我，哎，不是您这人怎么这么肉啊？不是，哎呀，我没钱了。哎呀，来，我这有啊，你先拿着。哎呀，你看这这够不够？哎，够够够。这样吧，我跟你一块去。啊，不不，我去我去。哎。哎，姐啊，我跟常叔先走了啊。哎哎，立宝，立宝，立宝，姐还有事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你姐夫的胃病又犯了，在家歇着呢。我想呢，让他回咱妈那儿，妈伺候人心细，平时呢做个汤汤水水的也有耐心。这么说吧，除了妈那儿，把他搁哪儿养病啊，我心里都不踏实。是。能把你姐夫的病对付好了，我们就回去。哎呀，姐啊，这还用商量？咱这关系不更当然了吗？哟，那怎么住啊？哎，要不我跟你姐夫住客厅？哎呀，甭管了，我跟玲子外边找地儿去啊。那长寿，那你受受累。你说，行，您说的，走。
姐夫啊，接你姐夫去。哎，好。哎，科长在这儿呢。哟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不是凤梅住院了吗？我把东西给他拿来。哼，得什么病了？子宫瘤。这大夫啊，死乞白赖给做手术，这不做不行，不行。人家说了，说这长在子宫里就是病。没错啊，长在故宫里啊就是宝了。哎。妈，您甭忙了，给我泡点方便面就行了。哎，哪能老吃方便面呢？手擀面吃着舒服。妈，我擀吧。不用，你擀的粗粗细的细的，我来吧。姐夫，妈对你啊，比对我强多了。嗯。姑爷是打着灯笼难找，嘿，俗话说一个姑爷半个儿，可是你姐夫呢，盯一个半儿，你说吧，家里头指着你什么了？啊，妈来吧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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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姐，嗯，刘柱他老婆生了吗？生了，是个大胖小子，八斤呢。哎呀，太棒了！哎，大人没事吧？当然，孩子都挺好的。好，明天呢，我给他送点鸡蛋去。哎，我生孩子那会儿，你怎么没怎么关心过呀？丽芬儿，你说你傻不傻呀？啊，这刘师傅是八竿子都扒拉不着的人，你送我那儿去就够可以的了，还给他100块钱。是啊，你哪儿那么大头啊？他那钱花光了，我先替他垫上。嗯，丽芬儿啊。你这点怎么随你爹随得那么贴呀？啊，傻子里头争第一哈。他要是没钱，你还追人家后头要去啊？哎呀，这押金3000，只带来800，您说，万一要出点事儿可怎么办呢？我这担保人可倒霉了啊！哪那么好就出事儿了？小李本，你真英雄。哎，哪里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行，我怕。怕什么呀？嗯，我还是不做了。嗯，吴大夫来了，要不咱再跟他商量商量。吴大夫，哼，吴大夫，吴大夫，您看我爱人能不能不做这手术？是啊，我不说了吗？嗯。他这个瘤子位置长得不好，要不赶快手术就要出危险了。哎，对了，大夫，那您看有没有一种什么药喝下去以后能把这瘤子给它化了？你说的呀，啊，还没研究出来呢。哎，来，趁热喝了。哎，你干嘛来北京生啊？你们那儿没接生的吗？嗨，北京这不是安全吗？他们刘家呀，3倍单传，盼孙子都快盼疯了。哦，这不，我上回怀过一胎没保住，他们一家子就急了，这回呀，非催着我们两口子大北京生来。哦，快喝吧。哎。我说，这个刘师傅呢，是我33爷。哟，你看，那我也得管您叫爷爷。哎，别别别别，我还孙子辈儿呢。孙子辈儿？哎，那我怎么称呼您呢？你说，他们都叫我庆先生。啊，庆先生。对对对。庆先生，哎，我说庆先生，嗯，您看呢？我们是小地方人哈，这刘师傅他又不在北京，您我媳妇又在这生孩子，我又什么也不懂，这有什么不道的？那您可得多说着点儿。没得说，没得说。哎，我说刘柱，哎，话说到这儿了，我觉得你们没必要非到北京来生孩子来吧？啊，
你说这要升到半道儿上，这不是白费劲了？再者说，北京啊，也是和尚的媳妇，难说。哎，这我都懂啊。切，要不是我爹妈催着，俺们怎么也不敢上这儿来。你说，你们呀，算是遇上好人了，知道吗？这看病住院，没有关系根本就不行。啊，哎，对了，要不你就有钱。不，你们城里人，这不都有公费医疗吗？话是这么说，情况就大不一样了。您就拿我爱人他们单位来说，嗯，生产啊不太景气，哦，职工看病花钱报不了销，今年才报一次，这什么时候再报，说不准。哎呦，那你看像这，他在这儿住院动手术，那这钱单位管不管啊？这一单位一规定，我们制药厂嘛还好点儿，他们单位就不行。你看去年有俩老工人病逝，一个花了6万，一个就花了8万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花那么多啊！你看，要不他们厂领导现在一听说谁得了癌症啊，比自己得癌症还害怕呢，得不起病。是是是，你看来这城里人这看病啊，也有城里人的难处。那是，嗯，自己受罪，单位背包袱，自己也少花不了钱。自个儿还得花钱，当然了，看病啊，住院本身就拿不了整工资，哎，反过来你还得花钱，就这床钱吧，他们单位就给出60%，床钱也得自己花，这还算好的呢，有的单位100%自己花，哎呦，对了啊，我还想问问呢，你说这大夫给开了药。这药俺们家里有，咱能不能不拿呀？别想，别想，嗯，这出了事儿人不好查责任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哎，那要想吃点好药呢？都想吃好药，单位就更负担不起了。啊，哎，不过你要是自己吃药自己花钱，这没人管你。啊，我跟您说吧，你要在我们这县里看病，那也有难处。嘿，一般你要是住个院动个手术啥的，你得送这么厚的红包。哟，你们那儿也兴送红包？哎呦，那个这都公开了，那天高皇帝远谁管呢？哎，他在这住院动手术，你没送红包？丹妮儿，拿那温手巾啊擦擦奶头，哎啊，甭怕，这孩子呀一生下来天生就会吃奶，现在提倡呢喂人奶，哎，可别光顾了美不给孩子喂奶，人奶营养最丰富了，它能抵抗各种疾病，嗯，当年慈禧老佛爷还吃人奶呢，哎，吃人奶。给我吧，来，宝贝儿，来，送回去吧。哎呦，快看，孩子爸爸来喽！哟，宝宝，哎呦，别碰着，别碰着，小心点啊！快点，快点过来吧。哎，哎呀，哎呀。好啊！哎，真是的！哎呦，刘主，哎，看看你儿子像不像你啊？像像像，怎么不像？哎，你说这孩子长得跟人似的。哎，不跟人似的，跟什么似的？真是的！不是，我就说，你说他这么点孩子，就人模狗样的了。哎，刘主，哎，你可得仔细瞧瞧，别含糊。不像演员啊，不不不，真像我，像是吧？像刘处，哎，现在咱们搞优生，我跟你媳妇可说好了，回家得给孩子喂母奶啊。哎，没错，俺们家乡啊，那就讲究吃那个亲娘的奶。哎，我问你呀，啊，你知道怎么伺候月子吗？知道啊，回去啊多喝那个红糖水啊。知道怎么对付孩子吗？吃亲娘的奶。去了，你倒省事儿。
那小北吃菜。嗯。姐夫。嗯。吃啊。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啊？哎，妈，你们吃你们吃啊，我稍微待一会儿，待一会儿就好了。嗯。啊，你是不是没坚持吃药啊？吃了，不顶用。哎，那是不是药假的？假倒不假，你就是效果不好啊。姐夫，你吃的是哪种胃药啊？我那有十几种呢，我给你拿去。嗯，妈，我拿去。好，哎，好吃。哎，来，我看看，嚯，成小药房了啊！单位的保健站还全呢。姐，嗯，你不知道，咱们这家里人有病啊，都是吃我一个人的药。是吗？这里边有病呢，他又不去看，我呢只能装成他的病啊，去给他开药。是。这妈呢，又没有公费医疗，有病啊也是我从厂子拿药。嗯。爸呀，就更甭提了。有病了也不看，看了也不报销。你说我不给他们准备点药行吗？我上次感冒，我妈从厂子里拿了一大盒药，我只吃了一包。妈，你说咱们家没这么个人可真不行。那是。再说了，现在公费医疗啊，还指不定怎么改呢。你说我不留点后手，到时候吃哑亏呀。嗨，这姐夫来，你看看。哎，是啊。咱们是得留点后手，万一有个疾病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哎，嗯，妈，你甭说了，梁子，我就不同意你这么做，万一让人知道了多不好。我不好，你也没少吃啊。哎呀，丽边，我总觉得你不走脑子，这种事儿你甭管。哎，不管不管。哎，姐夫，这个行，嗯，这个不是假冒伪劣，林子。这药可不能吃了啊，这都过期了。没事吧？什么没事儿啊？你得相信科学。哟，你这药打哪儿弄的呀？啊，这个呀，还是从我们原来那厂子呀带回来的。我跟你说，这药可更不能吃了。哟，这药挺贵的，贵也不能吃，你吃了会出毛病。你说最近那个卫生部啊，下达了一个通知，好多药都给淘汰了。像这种药吧，就不许再上市了，而且大夫也不能再给患者开这种处方。那有什么副作用啊？容易得血癌。哎呦，呦！我说，玲子，你赶紧给我扔了去。哎呀呀呀呀呀！什么？你不能什么都扔啊！啊，这有的药还能够要呢。不是这药我吃过。你放心啊，你得不了白血病。你怎么知道？这是妇女用药。哎，姐啊，按理说你在医院上班，搞点好药不难呢。嗨，以前呢，近水楼台能先得月。嗯。现在不行了，现在管得太严了。而且现在医院钱也少，大方不了了。那钱都上哪儿去了？哎呀，三角债呀。合同单位欠我们医院的，我们医院呢欠你们药厂的，所以现在这个医院就管得严了，就怕跑账，跑了账钱就等于丢了。现在医院有规定啊，甭管是谁，看病得交钱，住院得交押金。哦，那没钱就得忍着，这不对，应该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。行了行了啊，留着他媳妇住我们那儿，我可是够人道的啊。这是，哎，立宝，嗯，刘若他媳妇大人孩子都不错，嗯，让他出院得了。哎，别轰人家啊。你说你们图什么呢？往后少管闲事儿啊。姐啊，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了。呸！把事儿给我看看，我这，你说，哎，谢谢你啊，没事儿。你，对不起，就你表扬的。哎，哎，可别光顾了美，不给孩子喂奶。哟，这个人奶啊，营养含成分，嗯。大姐，这个吴大夫的手术做的怎么样？
咱在家里说啊，这吴大夫的妇科手，什么叫妇科手术？就是妇科手术。是吗？是。那我又说错了。两条腿啊，要同时踩在一棵树枝上。哦。哎，脚心呢要抓住这个树枝。嗯。要有一种鹰爪。树根。嗯，上面树枝，下面树根。对，树根。再来。你可早点回来。哎，啊，行，我呀、回晚点没关系。明天啊，我不上班，可以睡个懒觉。哦。没事。哎，这樊总，你没出息啊！你别后边，我趴着门咣当一声呢。